我跟你讲啊，它的长度够长，你可以当洋装，绑带付给你看你要穿多宽，或是你是小孕妇也 OK， 绑带付给你自己绑，非常非常的完美利落。我觉得这次这个绑带加得很漂亮，因为这一次是黑色撞色，这个很多很多女生喜欢。因为呢，我跟你讲哦，你只要换一个短裤，穿皮裤就会变一个辣裤。肩带不能调，因为呢妞妞是直接做排扣，希望大家可以直接降到最低，就是卡在这边，所以肩带它不能调整的。如果你今天穿洋装的感觉大概是这样子，你可以穿短一点的裤子啊，因为我现在手边没有那个裤子。好，你可以穿短一点。然后我跟你讲哦，肩带如果你不想要肩带，你可以把它偷偷藏下来，它就变一字领。它其实可以这样子，整个宽宽的，整个宽宽的，我觉得搭一个靴子蛮好看的。而且如果你身高够高的话，我觉得这样穿就很好看。衣服就是要自己去摆遍你的鞋子，然后袋子也是送给你的，所以你要怎么穿就怎么穿。这个啊也是我们今天前排行几名的，就是大家喜欢豹纹，然后可是咖啡色豹纹可能大家有点害怕，